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享受甲主亲近的时光。牛王甲臭老，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你就趁着少年衰败的日子还未到以前，就是你所讲，我全无喜乐遐的年日还未临近以前，当纪念做你的主。有一个早起，在温暖的日头光照着大地，有一位等车的老人，拿着一支骨笨骨重的乌合伞在等车。边头的人奇怪地问：“今日会下来吗？”老人自信地回答：“当然袂。”你拿雨伞是为着抓日头吗？老人讲：“不是。”边头的人用未了解的眼光看到了伊迄支雨伞。老人解释讲：“我老了，脚袂灵活，可是我无愿意予人看到我拿手拐，讲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。安尼，我就以雨伞代替手拐，好天也带着伊。上帝家予人讲，你看，迄个人安尼戆。若是有人问我，伫牛戆甲衰老之间，你选择倒一样呢？”我会讲，我宁愿选择牛戆。弟兄姊妹，有人以老为骄傲，因为伊代表着经验甲老练。可是，搁较有人无愿意老，因为老往往甲衰残、甲死连做阵。予阮按年轻的时阵，到今仔日开始，珍惜生命的每一日。咱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的天父，阮伫世上的日子只不过是几十年，伫这个充满着迷惑的时代内，求你教导阮，纪念你是做阮的主，趁着青春的岁月，会通将生命上好的力量奉献予你。伫阮年纪老的时阵，求你帮助阮伫你的恩典内，宁愿为你而活。你的智慧，你甲人欢喜阮的心，全无减少，予阮一生的性命荣耀你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